南韩证券商预测，由于新产品需求疲弱，加上竞争激烈，三星电子第三季获利可能再次受重创。评估九月初中秋节五天连假的销售成绩哦，现在把预测下收到5兆韩元。如果三星第三季的盈利真的是降到5兆韩元左右，将是2012年第一季盈利5.7兆韩元以来的最低水准。